大家好，我是杨子，来优酷国际版 APP 用你们的语言打开沉香如屑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玉破冰蝉之毒于妖无解，于人却无大碍。你呢？若下次再有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？连我都怕被他荣耀半个身子。你真不要命了？我当然要命，因为有人在等我。你竟然用帝君神器来储存此物，你简直暴殄天物。从今以后，我要做野兰山最厉害的靠山，让你们来靠。野兰山从此以后，我来保护。唐天师，我早就说过，既然做不到，就不要轻易许诺。应渊，我不会任由你再伤我。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，我的心意都不会变。掌门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让你们伤害他。今日秦妃得意，有违师训，自知愧对师门，我愿散尽修为，自逐出门。凌霄派再无弟子唐周，我带你走。他之前一直利用你们杀妖炼丹，吞噬妖元，以致妖气纵横，唯有以此炼锁住，否则数百里外生灵涂炭。从小我就是为了捉妖而修行，也一直以为这就是我的路，可如今才发现这一切都是骗局。别再喝了，若是想要逃离或者想发泄，我和余墨都会陪着你。我不知道我未来的路在哪里，小娘子终于想通肯嫁给我了。看你涂小红嘴唇的样子也挺可爱的嘛。这不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？还不是因为你想保护你的师妹，说猫妖的妖力深厚，怕伤到她。喂，要不是为你散尽了修为，这等小猫小狗算什么？燕丹，别忘了，他是应渊帝君，不是唐周，他只是在罹难，早晚都要回九重天的。还是普通的凡人好啊，他们对着流星许愿，并且认为一定可以实现。别动。许愿揪我的睫毛，这合理吗？不行，我要揪你一个。你知道我许的是什么愿望吗？我希望你能像从前一样快乐，然后你喜欢我。这小人。昨晚不是说好的吗？遇谁说破都不会交出神器。我是小人，说好不作数的。
干嘛？修炼者需尽除衣衫，用玄冰擦拭其全身。哎，只擦一个地方。你不要要求太多了，好不好？原来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是这么幸福的事啊。跟我来。你第一次看星星的时候，我不在你身边，后来那变成了一段痛苦的记忆，所以我想还你一片快乐的星空。你看这是什么？我把星星都收集起来了。我的惩罚便是只心与元旦，从此以后再无生别，只有死离。姐姐，我好想你，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。你说你爱我，你愿意为了我放弃你的性命吗？你曾经欠我一条命，如今换回来了，从此以后我们两不相欠。我说过，我这条命是你的，你要拿便拿走，只是牵起而深，无法了断。影渊，我要把我们之间的回忆全都还给你。原来我梦中的那个人一直就是你。此次返回天界，为的是尽帝君应负之责，待做完应渊该做之事。我只愿血祭下凡，只做唐周。帝君既然找到了这个瓷瓶，应当是顺利归位了。若帝君回到天界，定会重返帝崖，所以我将答案存在了瓷瓶中，留在此处待帝君查阅。原来陆明口中的那位挚友一直就是你。你说沉香如屑，火光熄霭，可香炉中还存有我们之间的余温。我来是想问问你，若沉香并未消弭的话，是否能回到过去？月亏一影，破镜难圆。我们之间的感情早就出现裂痕了，何必强求？若我偏要强求呢？我是帝君，也是唐周。等我完成帝君之责，唐周就会回来，和你相伴余生。陆明真的死了，我和他相约好要相伴万年，可是我却下了凡界。我本来以为还会再相见，可是再也没有机会跟他相见了。陆明他没有怪你，他是在和你告别。何人在此？严丹，帝君，这可是违反天规之事啊！
我早已不在乎天规，只想护着自己在乎的人。出去。这帝君，他们要守多久啊？依照新宫规，可能要一整夜吧。那我岂不是一整夜都出不去了？嗯，有可能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你干嘛？你干嘛一直睁着眼看我？你不转身，怎么会发现？总之你不能看，闭眼，不许看我。那好吧，那就放在此处吧。你干嘛？睡觉。无赖！婉清，为求真相，得罪了。县令一事，你果然不是战死的。我确实对严旦有情。900年前，为情罚自成。情根依然不明，如今我愿再受刑罚，但此情坦荡，无害三界。上一次九曜连珠，恰逢仙魔大战，三位帝君、北冥仙君、冀都星君，尽皆殒命。与他们仙力相当者，除我之外，只有一人。天帝，你可认罪？任人入体会分而化之，将皮肉筋骨全部切开割碎，内里被碎尸万段，只剩皮囊完整无缺。别怕，只是看着痛罢了。你为我剜心受刑之时，一定也很痛吧？芷溪会永远保护严丹，这一次一定不会食言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怎么会自己在这里？我没有名字。百花齐放，春意盎然，果然是不错。花开之美，在于等待的诚心。正如不经冬寒，难知春暖。待过暮寒，便知春盛。就叫你暮寒。往日皆是，不可沉溺。我们也应该告别了。若我偏要沉溺呢？执子之手，方知岁月不慕，一如往昔，我们永不离散。你变强了，你为何能抵挡住永夜之功？因为我已经拥有了你的修罗血脉。影渊，记住这个名字，这是你儿子的名字。严丹，严丹，这次换我来保护你们，走！快回来！是。我就知道你会找到我的，那三步错棋是我故意下的。我知道，你早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严丹了。你为何不阻住那般杀？血脉不可让自己。
微倾诉。主人，报仇。交出仙灵，吾便赦免耶兰山众族。今日便是你舍生取义的好时候啊。寸步不离。布里索生死不一，若施咒的人死了的话，任魂剑将会永远插在你的胸口之上。这个呢，是我亲手制作的平安符。我们三个人明天一定会平安归来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高高在上的帝君吗？我也有礼物送给你。嗯，这是我自己整理的食谱秘籍，这上面都是颜淡最喜欢的食物，三界只此一本。嗯，拿来拿来。云墨，明日谁都不许乱来，我们三个人都要好好的。嗯。你既用傀儡术蒙骗三界，我们亦可用此术来揭穿你的假面。这也是你的诡计吗？嫉妒星君，嫉妒星君。我就知道你会回答。你墨之见到自己嘴上都不知道，这么多年还是没长进。来，我帮你擦擦。在你还是唐州，为了我忤逆师门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原谅你了。你看，每个人在天灯上都许了这么多的愿望，那你就先帮我实现那两个愿望吧。凡人的愿望由你这个神仙来实现，那我们的愿望谁能帮我们实现呢？神仙的愿望当然要靠自己去实现了，不过燕丹，我的愿望只有你能实现。